歡迎收睇石 Sir 手記。阿石 Sir， 係，我睇翻港股呢輪咧都喺23,600度咁樣頂下頂下。嗯，你早前提過啦，即係七月中旬至七月中下旬度就應該要走一走啦，可能有啲較大回調啦。嗯，係咪都仲係咁咧？係係，點解即係而家其實係時候噶咯？係係，所以大家走就走啦，走就走啊！即係應該要走一走啦。啊，應該走一走啦。咁啊，如果你唔走嘅話咧，都唔好揸太多孖展啊。哦。不要揸太多啲即係橋撚嘢啦，揾翻啲即係太子食咗都唔會死嗰啲，咁例如港交所啊，即係中移動啊，咩叫太子食咗唔會死嗰啲咧？就即係話咁樣，凡係不受佔中影響嗰啲股就得啦。哦，咁例如你可以揸只神華煤業㗎，係雖然佢唔生唔死，嗯，佔中一定唔影響到神華煤業嘅，但港交所嗰啲都係咪都啊？都唔驚，因為佢最終一定又會係。佔中不會佔一世的嘛，係嘛？咁就會咁啊。咁啊，中移動咁冇乜問題嘅。佔中嗰啲人都要打電話，分分鐘你用緊中移動嘅網絡。嗯，係咪啊？咁所以呢啲又冇問題。大家樂大快活嗰啲又應該都唔係太大影響嘅。嗯，因為如果佢真係嗰個地方佔中嘅話，應該對嗰、那個嗰度附近好似冇大家樂冇大快活噶嘛。都可能會有嘅。嚇、啊，即係影響少少，唔係始終因為嗰啲嘢。瞓嗰度多咗人啊嘛，食多咗飯添，都係食多飯噶，嚇，都飲多水噶，咁所以呢個即係可能大家樂大快活喺嗰度，仲要開埋即係24小時服務，嗯，咁冇理由去到夜晚8點鐘去收工噶，係嘛，咁所以呢樣嘢情況就係咁啊，咁啊，當然啦，喺呢點入邊嚟講，凡係不受到呢啲咁嘅係佔中活動影響到佢嗰個業績嘅，都係應該可以喺呢個過程入邊咧，係我屬於叫。太子食咗都唔會死嘅股，係咁當然第二樣嘢就一定要睇嗰啲係因為會有派息啊，會有即係業績比較好啲嗰啲啦，係咪啊？譬如你安徽海螺嗰啲咁樣，冇理由佔中會影響到佢啩？應該就嗰度都冇工程啦，係咪啊？亦都唔係有安徽海螺水泥啦，咁、嗯、所以呢點入邊咧，即係大家有自己執生啦，好嘛？係心理上影響一定會有㗎，唔好以為係冇影響，有啲佔中就冇啊，嗰日好和平啊。唔影響到嗰個係金融運作啊！呢、叫發夢，係呢個點解發夢咧？我咧根本就無知，係點解咧？睇翻香港同業銀行拆息，七月一號開始嗰陣抽高到係0.2嚟到嘅，係呢十幾個月以至幾年以嚟係最高位。一抽高咗之後，跟住點做咧？嗱，如果大家好記得嘅，七月一號之後嘅時鐘，七月二號開始。金管局已經開始接錢啦，一路接到而家都接嘅。咁點解？因為人人都覺得，哇！你抽高息，咪即使好似舊年阿爺入邊抽高息一樣。嗯，咁係前方啊嘛。係，咁前方啲人嚟排隊喎，仲有喎，有啲絕對不負責任嘅議員，嗯，叫人要去擠提喎。哦，唔係我噏㗎，佢講㗎。係，唔好話我冤枉你啊！若然如果做咗擠提嘅話，如果喺國內，如果喺國民黨時期，一定叫軟聯金融拉你打靶添。嗯，係咪啊？係，好簡單。點可能會有咁樣嘢嘅啫？你佔中可唔可以叫人哋買菜刀啊？唔係噶嘛。你佔咪佔咯，你點可以叫人擠提咧？嗯，你擠提嘅時候，如果真係一引影響到有問題嘅話，喂，你可能走得快。有啲婆仔走唔得咁快噶，金融體系如果有真係有動盪嘅時候點做啊？所以而家冚唪唥錢咪嚟曬咯，嗯，嚟曬點啊？俾你提一少少嘛，哦，即係又唔關準備入市事啦，唔係入市事啊，所以你點解港股會瀉翻落嚟就咁咯？嗯，點解冚唪唥都唔去？我都話今次咧，我第一次嘅又者，我已經話唔係咁咩，因為似乎有啲嘢唔係太配合，係。不是太配合買又不是買樓又不是買股票的東西，你沒理由等了這麼久你都不進來的嘛，入股市即是等你把鬼嗎？是吧？所以現在你看到的就是根本現在所有人都是把錢拿回來之後真的怕你真的擠提，嗯，是這絕對不負責任言論，我在這裡予以嚴重譴責，是香港真的擠提，金融制度真的不穩健，是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所謂公眾人物所應該要講的嘢，如果我不說你癲的、喪的、神的，
係叫俾面你，不過對唔住，我都講曬啦。嗯，你可以告我，得嘛？係。所以呢個係唔應該講嘅説話。所以有啲任何人講話佔中係和平嘅話，我唔信咯。嗯，我唔信咯。好，睇翻個事。好啊。鬧完人啦，個事真係你鬧嗰啲唔係，係咪啊？係。五三五四就係二三三二三四二三二二一五，唉，真係悶到抽筋。嗯。冇法子啦，好嘛？咁啊，再跟住之後，你睇。國企指數又是這樣悶死，深圳成分指數不是悶那麼多，上證指數又不是悶那麼多，起碼沒有悶那麼多，道瓊斯不是很悶了，是不是？那為什麼呢？始終都是因為沒有受到一些不明朗因素影響，是在這點裡面是很重要的。那個市會怎麼做呢？我自己個人會看，越趨近是一個佔中期間，越到到係人大係俾咗個消息出嚟，究竟嗰個係下一屆嘅特首嘅選舉模式係點樣情況，你就會睇啦，就會出現樣嘢啦。嗯，當然我哋都喺呢度好希望，好希望，真係好渴望各方面都能夠努力。嗯，唔好大家各堅執一個己見，阿爺又讓一啲，嗱我要求阿爺讓啲先㗎。香港人又讓一些，嗯，是不是？大家做出一個是相對地，相對地是一個比較可以接受到。我不是要求激進派接受，激進派你不得的，你要求接受多鬼餘呢，他們，嗯，你要求比較多的香港人可以接受的東西，一個選舉的方法出來，那就慢慢大吉了。若然是這樣的話，我很希望一去到一見到咁情況之中，啊得啦，香港人都好 OK 啦，相對你 OK 啦，唔係百分百 OK 啊，肯定啊，嗰幾個人唔 OK 噶，你放心都得噶啦，係嘛？佢你完全答應曬佢，佢都話你假嘅你，嗯，啊，一定係會咁。所以如果係咁樣嘅情況之中，記得撲翻入去買股，哦，因為香港股票被壓抑咗咁耐嘅升勢係一定會彈升，而且彈得好快脆，係。但如果真係佔中啦，可以跌到幾多咧？如果係咁嘅話，嗱，佔中睇佢佔幾多日，一日、兩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九十日，係唔排除佢可以佔夠三十日。嗯，睇佢規模有幾大。係，咁如果睇佢個破壞力有幾大，嗯，你係咪真係會擠提？有冇真係掟嘢？有冇等等樣嘢？嗯，因為你唔好講咩嘢啦，以前嘅匯豐銀行底嗰啲啲人都瞓咗喺度，瞓咗好似好幾個月啦，係咪啊？係啊，係，係咪啊？係啊，咁啊瞓匯唔係佔中，嗯，咁冇問題㗎，係做啦 ，OK， 好嘛，就咁樣就得㗎啦。係，嗯，如果佔據曬只係匯豐底下嗰個位嘅話，又留翻條路俾人行上去，即係做交收，嗯，做咩㗎？冇問題，即係人哋當即係當你夾道歡迎㗎咋。哦，係嘛？咁啊冇問題咯。係咪啊？咁嘅時候咧，就記得去買翻啦。咁當然啦，即係如果有任何嘅嘢係出現到比較真係大家唔想預見到嘅，咁呢個就好困難啦。咁，嗯，就我覺得跌到幾多啊？兩萬點二哦。我一個睇嘅位就係一萬九千八。哇！係唔係話嘅啫？唔係話唔見幾千點係乜事啫？哦，嗯。係嘛？嗰啲人話啊嘛，呢要付出嘅代價啊嘛，唔好淨係話睇眼啊，唔係對錢嗰樣慳啊。嗯，係咪啊？咁我又想揾得到泛民，可能泛民真係你可以派到飯俾所有人啊。嗯，係。係嘛？愛情誠可貴，自由價更高。嗯，即係如果無氣無力嘅話，孫中山都唔可以即係搞到革命。嗯，佢都係要求好多人去資助捐獻，先至搞到革命。係。都是革命，都是非財不幸的，是，所以不要鬧我們的錢開眼。嗯，我們的錢賺到出來之後，有人是賺錢去給自己享樂，即是有人是賺錢去幫助窮人。嗯，不要阻止這些人去賺錢幫窮人，是好嗎？好，
今天又有什麼特別題目要講呢？有啊，雖然市就好像不太動，但有些股這輪都很厲害，有些國企央企的改革股、央企改革，央企改革，你認為爺想央企怎麼改革？做好做強做大那些，做好做強做大，對吧？對，鬼人不知道什麼改革都是這樣的，是不是？你真的健身都是想又強又高又更強更健美的，即問題就是說我一個人去健身都好，有哪些地方去健得到，哪些地方健不到呢？哪些地方不應該健呢？是你不要想阿爺會全線是要做完的嘛，因為沒有一個政府是會將所有工業全線開放的，例如牽涉到國防、軍工的，牽涉到是所有等等很多樣嘢嘅，係國家安全嘅。你認為佢會唔會開放呢？係美國政府會唔俾洛克飛機、Raytheon 呢啲咁嘅有軍事敏感性嘅公司，佢一切嘅嘢都係俾你啊！你哋係平人咯，佢訂緊價啦咁。係嘛？雖然美國最近已經取消咗 F-35 戰機嘅訂單。因為整整下之後，第一成本太貴，第二太多問題了，因為它要求太先進了嘛，所以太多問題了，就取消了訂單。那我美國政府取消了，那我自己個人就去訂隻玩下得不得呢？你估下你訂出去得不得啊？商業在美國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裡面，你夠膽買啊？你賣支導彈出來都不得啊，賣炮仗就得，是不是？所以這點來說是沒有的嘛。所以第一次所有講國企開放所有改革一定要看這件事，是凡是牽涉到是國防國家安全的 No way 不會開放，是那哪裡會開放啊？電信呢？會開放，是電力發電呢？會開放了，即是有些東西又 不開放不到的，我開放給你都不行的，是不是？就算在香港咁，哇！你話電力公司加費乜嘢？好啊，我開放俾你啊，你自己搞發電機啊。你咁叻，你自己屋企搞發電機夠平啦啩？發電，你睇下發電平唔平？係。你自己踩單車發電就得，不過嗰個踩單車發電可以點樣樣啊？咁咧，我太陽能發電啦，得。我講個經驗俾你知。係。我用了成十幾萬太陽能發電呢，就只能發電到兩支光管，每日只能點四粒鐘。因為今時的技術未係可以普遍地使到太陽能的發電係平到去與一般現在煤的發電量或者係中華電力公司等等樣嘢公司的發電量，佢哋嘅價格有一相比較，個性價比不足，因為我哋技術上未得。咁得嘅，你可以用翻蠟燭嘅，咁即係你污染環境啦，係咪啊？好啊，咁啊，即係講完咁多樣嘢之後，我希望大家睇，其實要有考慮嘅就話，一啲民生項目，豉油廠，一定會開放嘅，係油嘅加工製造廠，濃縮油嘅加工製造廠，你諗你都唔使諗會開放。哦，咁同時一啲太大規模嘅嘢，好似電力等等樣嘢。你是不可以開放的。水泥發電廠不是水泥製造水泥，其實不用啊，很多鄉村他們自己要建的鄉村屋，水泥不是買安徽海螺的，自己搞的，是不是？就像你這樣，你不用每次吃飯你都出去幫襯人家飯館的嘛，很多餐飯你都媽媽煮給你的啦，是不是？那些民企到鼻添，絕對是家庭式企業，因為你屋企煮飯，是不是？所以這點入面來講，我是分開所有東西。好，看看我現在這裡看看的六大的央企企業四項改革試點，有混合所有制比較中國醫藥，牽涉民生嘛，中國建設牽涉民生嘛，那些國家的開發投資中糧集團是民生嘛，即是高層選民那樣東西，全部都是民生嘛，揀兩三家嚟做咯。點解嘢一定要揀兩三家嚟做？呢個係必然會要做到嘅嘢。因為以前係將所有嘢充公上繳中央。而家中央發翻落嚟，
發翻落嚟點做咧？我哋有充公嘅例子，自從有封有帝王制帝制之後嚟，等等啊，充公嘅嘢係會有嘅。係先生都充公咗你啲玩具啦。即係問題，充公完咗之後，等到幾年或者幾十年之後，點樣發翻啲玩具咧？那個學生都死鬼咗，離開咗學校，發俾個後人啊。係發俾個即係學生就發俾個弟弟啊，攞翻佢屋企度俾翻個學生啊。明白嗎？你考慮呢樣，其實呢個問題我喺十年前已經提出過，由一個共產主義嘅集中制點樣分配翻俾咁多人？俄羅斯做嘅方法就係話，每人俾翻張紙條你，嗱呢間工廠咧，每人都有咁多份，砰一聲就俾曬你，叫做分咗俾人啦。咁個看門嘅阿伯揸住張紙，又唔食得飯喎，又買唔到喎。咁於是佢咪將佢間平間賤賣咗俾一啲所謂現在啲蘇聯嘅啲黑手黨咯。所以點蘇聯嘅時嗰啲大富大貴嘅人，突然之間就係咪咁做曬呢樣？佢哋唔使貪污噶，真係唔係貪污噶。只不過就係呢張紙啊，三個先買咗俾你啦，賣咗你啦。咁咪俾翻個椰菜你咯，因為你嗰陣時真係冇嘢啊嘛。佢又冇交易所，係又冇證券交易所，咁等等樣樣咁咪冇。咁所以咧變咗就係。財富只不過由好似分曬平均分曬俾啲人，然之後俾一啲冇能力嘅人就賣咗俾啲有能力嘅人，咁嗰啲人咪普京啊，佢嘅盟友啊等等樣嘢嗰啲咯。係係咪啊？咁呢個唔係真正解決到社會問題，呢個係1989年民當時所謂講嘅天安事件後面，我自己認為嚇，我自己認為嚇。中央入邊嘅爭議點，之一，中央入邊爭議點，究竟我哋砰一聲開放，或者仲係要摸著石頭過河？就係咁啦。呢點冇人提嘅，即管睇睇啊。係。現在中央係提出呢樣嘢，其實佢做一個試點，慢慢試下。如果得嘅話，咁樣點樣做？一定要開始要引入呢個民間資本。係。民間資本你都做了一個監察，嚟到先可以做得好。咁所以喺呢點入邊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工程。做得好，中國有救；做得唔好，冇救。好啦，券商方面，我唔怕批評啦。係。佢哋所有睇嘅嘢，冚唪唥冇我講呢點。哦。中央刻意要將所有嘅公產如何反去私。係。反去私之後咧，成為一個嘅係即係個人嘅資產、人民嘅資產，呢個先係資本主義。所以好多人仲話現在嘅行共產主義，發你個夢啦你。係。今日嘅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同十幾廿年前嘅共產黨，我應該講幾廿年前啦嚇，共產黨好唔同，因為1978年嘅改革開放。已經係定咗一樣咁樣嘢，其實你大家睇到嘅有樣嘢嘅，你問翻啲朋友啊，佢以前喺國內有物業嘅，係咪俾僑務部、民政部話俾你知，你可以嚟攞翻層樓啊？哦，我好多朋友或者好多人都可以攞翻層樓，唔得噃，層樓入邊而家好多人住咗喺度喎，因為你走咗之後，啲人係真係住咗喺度，咁賠翻俾你咯。或者你可以繼續收租咯，不過佢話俾錢唔趕得你人走，佢人教你租價係好平，又遇到啲問題咯，係咪啊？即係唯一希望就係嗰棟嘢冧咗咯，冧咗拆咗之後就得啦，因為嗰啲人實走啊嘛，不過有啲人又唔走噶，叫佢賠償噶，咁你另外好多樣嘢，其實呢個你會睇到，其實點解喺橋華橋度已經有呢啲嘢出現，就係因為已經開始係將以前充公咗嘅私產。變成工產的，再由工產變成私產給你。企業一樣如是，因為這些企業屬於人民的，怎樣給人民呢？是現在現在最頭痛的問題，而可以均衡地比較好好地給人民。所以你看券商，來看這點，那你會看到，沒有一個說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核心。所以你跟住點啊？咩銀行啊、自由聯化、保險啊、內房啊、基建啊、旅業啊，
冇問題㗎，一定係要。我剛才講，凡你牽涉國防軍工嘅國家安全嘅，一定唔做；其他冇嘅做，內防嗰啲唔牽涉國防軍工安全㗎嘛，做啦。所以你見到阿爺幾耐搞內防嗰啲嘢，係由於個國家國企去搞嘅啫。水泥板塊煤啦，嗱，鋼鐵唔同啊。你咁叻，你喺後院高爐煉鋼啊。嗱，電信業可以得喎。煤又不得的嘛，很多煤企老闆周圍掘咪掘到，即係掘到爛曬，仲會死很多人咯。咁呢啲又不會再開放。哦，係咪啊？佢有監管，佢唔會再開放。好啊，航空嘅，你咁叻，你買個飛機啊？嗱，你唔好話國內開始有民營飛機出飛機航線㗎。係啊，咁先啦，嗱，俾你㗎，你夠錢就得㗎啦。鐵路咧，佢就會點啊？就俾你開放鐵路。你即係鐵路投資，海港都一樣嘢。不過一個有個問題，唔係個個海港可以俾你投資嘅。係有啲牽涉到特別去運用糧食啊等等樣嘢，嗰啲諗你都冇諗。嗯，好啦，所以呢點入邊嚟講咧，影響係好大。即係我只係講一樣嘢，好簡單，意向偉大，係最終應該咁做。前途是光明的，嗯，錢是可以揾的。是，但道路是曲折的，因此透過這樣去賺錢，這個道路是更加曲折加曲折的。哦，所以大家不要立亂撲進去，你可以炒炒，嗯，炒它三天四天 OK， 只要改革開放成功，這些就是說換領導班子，你以為一兩年做到嗎？是，是嗎？換完這個班子好了之後，你還有一件事，反映起業績。嗯，是。是嗎？千萬不要想一件事，就是現在央企和民企they marry，他結婚了，自此之後這對新人就永遠快樂地生活下去。想，你都不要這麼想，這個世界會有離婚有打架的。是。是嗎？所以可以看，作為做中國人，我哋真係好樂意見得到共產開始歸到私，可以等到成一個係個人嘅資產，因為個人資產之後先係帶嚟咗比較大嘅係經濟嘅動力，而可以使到財富效應，更加得益。若然如果係咁嘅話，係成功嘅，我係建議大家買定股票，不過不是給你，可能給你的兒子，可能給你的孫，因為他們將會享受到一個中國繁榮的鼎盛時期，就是因為將會是到時候公的資和私的資大家拼合，這個這樣的資本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混血兒呢，必定是更加漂亮的，必定會更加漂亮。不過生仔都要時間的，是不是送禮千萬不要白送啊，到時候找到之後，為什麼會離婚的？為什麼會大家打架的？你不要以為每一對新人都會 happy day after forever， 是不是？你以為真是童話故事嗎？講完了。是，咁即係話啦，呢啲央企改革股可以短炒，可以短線留意一下。啊，兩年三年之後咧，絕對係有投資價值。哦，等下先。佢結婚生仔啦嘛，係開始散業嘛。嗯，好啦，跟住個市咧就走一走先啦，起碼睇到。我覺得咁啦。八月佔中睇下佔成點，咁先冇嘢就入啦。係啦。好，今日唔該曬石Sir。好。想重温翻石Sir手記內容咧，歡迎登入 hket.com 嘅短片區。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啦。